三国群英传一啊，这片头还有动画呢。我当年玩的时候啊，那版本别说动画了啊，连音乐都给删了。这我们选哪个势力啊？快过年了啊，到处都喜气洋洋的，干脆啊造反吧，张角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雷公助我啊，天下大吉。对，天下大吉。哎呀，我早就想造反选张角了啊，一直就没选过他啊，这回啊，因为这个黄巾之乱的开局啊，这个时候他的势力最大，相对开局容易点啊。三国群英传一啊，1998年发布的，也是20多年前的老游戏了啊。这个游戏啊，在家用电脑还没普及的时候，网吧还没诞生的时候啊，黑电脑屋横行的单机游戏时代啊，就已经很流行了。三国群英传系列呀，我玩过最多的还就是这一啊，当然后面的续作也接触过，还是最喜欢这一啊。不是说这个一有多么完美啊，而是说这个一代呢，对于我来说呀，承载着那个时间段的很多回忆。很多时候啊，我们怀念老游戏，并不是觉得老游戏有多么好，而是怀念当初的自己啊。时代在进步啊，游戏在发展，你看现在游戏画面越做越逼真了，游戏种类也越来越多，系统也越来越完善。喜欢老游戏的不妨多接触一下新游戏，玩了一圈之后就会发现啊，还是他妈老游戏好玩，嘿嘿嘿。那由于这个游戏的核心玩法啊，应该是复制了龙之力量啊，应该是吧，我记得好像是啊，再加上早期的游戏系统的不完善，这个游戏呢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啊，也有很多漏洞，后来就被钻研出了很多邪门的打法。我会的不多啊，我就会个穿城啊，但是这也省了不少事了。因为啊，有好些小王八蛋跑得比兔子都快，你要不穿城啊，很难抓他的。你看到这个游戏当中啊，头像都很魔性啊，感觉让人觉得这个美工都是在偷懒啊。不过好像我记得以前听说过啊，说这个游戏在发布的时候，这个公司好像就没几个人。嘿嘿，这个游戏里边啊，武将们有各种武将技啊，战斗画面时啊有阵型的选择，兵种之间啊还是有相克的，但是我懒得弄啊，咱们直接就杀将过去。你听这。听这动静啊，叮当叮当，跟打铁的一样啊。孔宙就成为了我们第一个啊，王朝霸业上第一个垫脚石啊，被我生擒活拿啊！你看这攻城的啊，双方一人领10个人就是攻城去了，这哪是攻城啊？这怎么简直是两个流氓团伙啊，在火并呢？哎呀，行啊，咱们就一边攻城略地。一边就闲扯聊聊天啊。这黄巾起义啊，就说这黄巾起义吧。说这黄巾起义啊，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以宗教为手段发动的起义。说起这位张角，其实史书中似乎记录的并不多，而且大多是介绍别人功绩的时候提他一嘴。比如说啊，这《后汉书·黄甫嵩传》啊，《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啊，讲曹操的，哎，都是讲当年啊，这个有什么样的功绩，剿灭黄巾军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功绩。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你问张三啊，你当年干过什么？啊、没干什么，吃饭睡觉打豆豆啊。问李四啊，吃饭睡觉打豆豆啊，就是没人说这个豆豆是谁啊。这个史书当中啊，好像就没有单独介绍这张角的。这个人什么时候出生的也没有确切记录，只知道他是巨鹿人，创立了太平道。那这个人呢，会些巫术、道术和医术。哦，说起这道术啊，这个道教就是在东汉末才正式形成的。啊，之前只有道家思想。最早应该是张天师、张道陵创天师道，后来是张角创太平道。这些都属于早期的道教组织，
从时间上看啊，这个张天师和张角在生卒时间上应该是有交叉的，两个人都姓张啊，还都创立了早期的道教组织，但是啊，没有记录说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张角是巨鹿人这点哎，也稍微也有点意思啊。从先秦时期开始，这个习宴之地方式就比较多，就是今天的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大概这片地方啊，都是沿海地区啊。什么叫方式啊？又叫方术士、方仙道，简单说呢，就是喜欢研究鬼神、长生、求仙访药的这类人。最有名的徐福啊，就是齐国人。那为什么说这个沿海地区这方式比较多呀？这我不太了解啊，我猜想可能是啊，和这个海边能比较多的看到海市蜃楼有关。直到今天啊，位于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之间的长岛还是海市蜃楼出现最频繁的地区。从先秦一直到汉朝，神仙方术啊风靡一时，很多诸侯帝王都曾经跑到过山东沿海去祭祀求仙。我们再说回张角啊，张角这人出生于巨鹿啊，巨鹿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河北邢台。虽然它不属于齐燕之地，但是啊，这个地方还是有着比较浓厚的民间信仰氛围。你看啊，直到今天，整个华北地区也还都是这样，各路神仙的道场遍布啊，还都是没听说过的神仙啊，这还不包括什么出马仙这些东西。比方说啊，这华北地区有奶奶庙啊，遍地的奶奶庙啊，各种奶奶，什么王三奶奶、白衣奶奶、泰山奶奶，你具体也说不上是哪位神仙啊，可能有民俗学者研究过，这我是没研究过，所以我是说不出个一二三的。那很多地方的奶奶庙啊，香火非常旺盛，而且非常灵验。这种啊，可能就属于民间信仰吧。类似的还有很多啊，像这个娘娘庙。哎，对啊，这个白毛女啊，白毛女中的喜儿啊，喜儿从黄世仁家里逃出来之后，就是躲在山上的奶奶庙里面。就扯得有点远啊，你接着说巨鹿啊。那《汉书·焦祀志》中提到啊，至初元中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老阳侯师张宗之间纷纷复起。就是说啊，在西汉时期啊，巨鹿这个地方就已经出过很著名的神棍了。哎，别神棍了啊，术士吧，啊，他是不是神棍啊？他都有两下子。啊，天下神棍千千万，能被史书记录的少之又少，所以他应该还是有两下子的。这也侧面证明了巨鹿这个地方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些术士啊一直都比较活跃。那这些术士一般都推崇皇帝轩辕氏和老子，到了汉代呢，就逐渐形成了黄老道。那所谓黄老道指的就是皇帝和老子的思想和学问。那这个时期啊，这些方士们总结实践，形成了很多文字类的著作啊。这个中医最重要的基础理论著作《黄帝内经》一般被认为就成书于西汉时期。那直到今天啊，中医专业还是要学内经的啊，学内经的一部分啊，内经选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黄老道就算是道教的前身，啊，这些方术士呢，就是道士的前身。那这个时期呢，还有一本方士们的著作啊，叫《太平清领书》。相传呢，这书是来自于一名叫于吉的术士，啊，这个于吉在《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当中都出现过。说这位于吉啊，因为在群众中的威望太高，被孙策嫉妒。那孙策有一天呢，宴请很多的宾客，正好于吉从酒楼下走过，结果呢，孙策的客人们啊，三分之二都跑下楼去拜见于吉去了。这让
这让领导很难堪啊，领导很难堪，后果很严重。所以这孙策就非常的不爽，以妖术惑众为借口，就把虞姬给杀了。那据说死的时候呢，都差不多100岁了。还有一些传说啊，说这虞姬啊不但没死，还反过来把孙策给送走了。嘿嘿嘿。那这部《太平清领书》啊，相传就是虞姬在曲阳泉水上得到的，神人传授，共170卷。那现在这部书啊，就残存了57卷，被道藏收录啊，属于道教经典，也叫《太平经》。那这部《太平清领书》啊，内容包罗万象，有天地阴阳、五行、医药、灾异、神仙、方术啊，还有一些政治理念、道德伦理等等内容啊。根据《后汉书·湘凯传》记载，这部书先后曾经2次被献给当时的皇帝，结果却因为官员们认为啊，这部书妖妄不经，装神弄鬼，一度啊还把这部书给禁了。那这部书呢，后来就落到了张角的手里。那怎么盗的呢？不知道。《三国演义》里说呀，是南华老仙传授的，传授的也不是《太平清领书》，而是《太平要术》。那张角学了之后呢，就不得了了啊，画符念咒，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雷公助我，哎，这都是《演义》里的故事了。那大概在公元170年前后啊，这个张角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和自己的2个弟弟啊，张良、张宝，为广大群众治病排忧，自称大贤良师。他这自称大贤良师啊，可不是瞎编的啊，这个来自于《太平经》里的一句话，叫“众星熠熠，不若一日之明也；助天群行之言，不若国一贤良也。”这句话大概什么意思啊？说的就是，满天的星星，他们的亮光加起来不如一个太阳，键盘侠们说的屁话加起来不如国家一个真正的贤良它起的作用大啊，大概就这意思吧啊。那张角呢自称大贤良师，哎，那要这么说的话，他这个大贤良师是不是应该念大贤良师啊？不知道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不知道不知道。那张角呢，在给人治病的同时啊，也广收门徒啊。随着门徒越来越多，张角的组织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仪式、规章、标准，并且呀，取《太平经》的“太平”二字作为组织名称，这就是太平道。太平道在民间迅速的发展壮大起来。那太平道的发展壮大呀，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因素。在东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这个中央政权同西北部的羌族爆发了连年的战争，战争反反复复，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后来并及此在凉州形成了一批军事骨干，逐渐的崛起啊，就比如后来的马腾啊、董卓啊，那都是这一类的。同时啊，这个中央王朝的朝堂上也不安生啊，这个宦官外戚交替掌权。到了汉桓帝时期，这个桓帝依靠太监们从外戚手中夺回了权力，那这些宦官拥戴有功啊，一时间权倾朝野，占了上风。那到了灵帝的时候呢，风头更盛，通过2次党锢事件啊，把外戚和士大夫势力压得死死的。我们都学过诸葛亮的《出师表》啊，《出师表》当中有一句：“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那这个桓灵呢，指的就是汉桓帝和汉灵帝。那这两位就是昏君的典型啊，反面教材。尤其是这汉灵帝，那公元168年，汉灵帝刘宏继位。那这位刘宏呢，继位时也就12岁上下。他上一位皇帝就是汉桓帝，但这个汉桓帝刘志啊，不是汉灵帝他亲爹啊，汉桓帝是没有子嗣的，所以当时外戚就选了刘宏继承大统。那汉灵帝刘宏的亲爹刘长是早早就死了，所以这儿子当上皇帝啊，也没沾上什么光。那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少年丧父啊，挨打挨的少的原因，这汉灵帝是不太学好的，特别的亲近宦官。最得宠的就是这十常侍啊，得宠到什么程度呢？这汉灵帝自己说啊，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嘿嘿嘿，认了俩太监当爹妈，可见他对太监依赖成什么样子，也可见这孩子欠打欠到什么程度。那他后面干的事儿更欠打了，卖官鬻爵啊，淫乱放荡，热衷行为艺术啊 cosplay， 荒诞荒谬荒唐至极。这个有胆子劝谏的士大夫们也都抓的抓杀的杀。一句话啊，他这个皇帝啊，当的爽的飞起。哎，你发现没有啊？想自己爽啊，这别人就不能爽啊，别人爽了，那自己就爽不了。越是被人恨得牙痒痒的昏君呢，其实人家自己过得都挺爽的。嘿嘿，这汉灵帝是爽了，可是当时这社会矛盾啊，异常的尖锐。世家豪强垄断了官场和土地，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在此基础上还爆发了瘟疫。那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啊，张角生活的年代发生瘟疫是比较频繁的啊。史书中记载啊，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同年2月九江庐江大疫，延禧4年正月大疫，灵帝建宁4年3月大疫，喜平2年正月大疫，光和2年春大疫，光和5年2月大疫。所以在此背景下呀，从安帝到灵帝80余年之间，鉴于记载的大小农民造反啊，就有近100次了。这段历史啊，还有灵帝那些烂事啊，网上资料众多，正史中记载的也比较详细。 B 站呢有的 UP 我看讲的也挺全面的，所以啊这些事儿我就不再重复了。其实我感兴趣的都是那些犄角旮旯的东西啊。那在这种背景下呢，张角的太平道10余年便发展到了大半个汉朝疆域啊，信徒人数啊达数十万，遍布清徐幽冀泾阳兖豫8州。那张角治病的时候他怎么治的呢？哎，他这个治病方式啊，史书中也有记载。后汉书黄甫松传中说啊，初据录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侍黄老道，蓄养弟子，跪拜守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那《三国志·张鲁传》里边也写到啊，光和中东方有张角，角为太平道，太平道者施持九节杖为扶助，叫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引之。那总结上面的啊，简单说呢，张角治病主要是两个方法，第一个忏悔，第二个喝符水。其实啊，
这个《太平经》里面，它是有关于草药方和这个针灸方法的部分的，但是史书里啊，根本就没提过张角用这些方法。那我觉得呢，张角他应该是用过的，但史书为什么没提啊？可能是因为，虽然《太平经》当中啊有医学方面的东西，但它中心思想啊是讲天命的，那人呢只不过是天命的体现者。那人之所以很多人一下子同时得病啊，乃上天共宿人也。用佛教话讲啊，你这叫共业。那草木啊，能治病的这种草木为什么能治病呢？是因为是它本来就是天上的神木，下居地而生。那针灸之所以管用啊，也是因为和上天相契合啊，如此等等吧，反正基本上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呢，想要病好啊，得先忏悔，先向神明和老天忏悔，病才有可能好，哎，治疗的方法才有可能管用。而且啊，在那个时期啊，那些早期的道教组织治病所用的方法其实都差不太多。那《三国志·张武传》中记载啊，这个跟张角同时期的五斗米道张修的治病方法基本上就和张角差不多，但他还多了一点点步骤啊。施镜时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就是说啊，他还得再搞一间黑屋子，让病号进去面壁思过去。那除了忏悔思过，张角的治疗方法还包括了喝符水。那这个喝符水的方式啊，应该算是祝由术。那这个用符水治病的这个历史啊，到今天呀、啊，真的已经算是很久了啊。道教画符里面专门有一个分支是治病用的。在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早期道教啊，它的医用符比较原始、粗糙、品种单一啊，还很笼统，它没有针对某一种疾病专门的这种符，通常呢都是一符治百病，甭管得什么病啊，一道符都是这道。那随着后来道教的发展啊，道教里面的这些医学的发展啊，到了这个南北朝隋唐时期，这个道教的医用符数量、品种、种类大大增加了啊，出现了许多呀、啊、应用于不同临床症状的专用符。哎，这个用符治病啊，居然已经开始分科了。你比如说啊，有一本这个《太上洞玄灵宝素灵真符》啊，这么一本书当中，上中两卷就记载了百病符，而且详细记述了治疗各种不同疾病的专用符。你比方说啊，里面有专门治瘟疫的符88道，治伤寒的符8道，治寒热符32道，治头疼符13道，治腹痛的29道，这个治腹胀的有12道啊，这个治腰痛的12道，治背痛的有7道。嘿嘿，哎，其实他这个符分科呀倒不算新鲜啊，你说祝由术也有分科嘛，祝由13科。那有人问啊，他搞这么热闹，这玩意儿管用吗？哎，按照史书记载啊，张角这套东西管用，但是呢这管多大用啊不好说。你想啊，在当时那个医疗条件下，这个贫苦人啊也没什么选择，而且那个时候你看啊，没有广告，信息闭塞的，光靠口耳相传啊，他就能最后搞到信众数十万遍布全国，所以啊应该还是有两下子的。说到这儿啊，有一插曲。那我之前呢在知网上找到一篇论文啊，他这个论文就是根据《太平经》的内容和中医理论相结合啊，同时呢参考了建国后真实存在的事例来进行对张角的治疗方法进行论证。
他就讲到啊，这个1956年北戴河的气功疗养院，他所用的治疗方法里面就有一部分是和张角的方法是类似的。结果呀，前后收治过3000多个慢性病患者，据他统计呢，治愈率为82%，有效率为98%。所以最后他的结论是，这个张角治病用的是啊，用的是骨气功，嘿嘿嘿，这么神奇！哎呦，看完以后啊，我就真是惊诧不已啊。然后我再一看啊，这个论文发表年份1987年，啊，那个年代啊正是气功热的时候，哎，社会上各种气功大师特异功能到处都是啊，都是练气功的啊。那个时候如果大街上一个广告牌子掉下来砸翻4个，有3个就练过气功啊，剩下那个还是气功大师，嘿嘿嘿，这当时就泛滥到那个程度啊，几乎人人都练功啊，人人有功练啊，你会看到各种奇葩现象啊。这个网上有很多的回忆文章啊，说那时候的事儿。所以这篇论文啊，多少它受时代的限制，可信度啊，应该没那么高。啊，我们就当听一乐就得了。哎呀，今天差不多了啊，总结一下啊，今天咱们这期大概讲了张角革命的时代背景啊，张角的成长环境，张角的革命理论来源，还探讨了张角为劳苦大众解除病痛的方法。咱们下一期啊，着重讲讲张角的革命口号的意义，嘿嘿，玄德还不下马，更待何时？